用探索角度看世界。在奥地利安德烈的一名女子上传了自己的纹身，而且这纹身居然还会动。这则视频在网络上获得了3700万次的点击量，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看完这个视频，各位亲爱的好奇粉丝们，你们会纹这种有吸引力的纹身吗？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关注好奇探索频道微博、微信公众号，参与我们更多精彩的互动讨论吧。